任务断野一次，武器锻造一次，我就去这里右上角点选这个惊叹号，按断野，然后呢，这边就可以断野武器了。我这一次选择的是火扇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断野啊，花八个勾玉跟5170金，放心，打造绝对不会失败。这个是忍三阴影吗？确定，断野中，请稍后。语音导航开始，普攻加二。哦，我修哎。所以我的火山普攻蹦从35变成37了，可喜可贺。哦，好，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盖 B 猪，谢谢，拜拜。